今天主要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影片，锁喉的挣脱能不能够真的挣脱？来，哦，这是蛮紧的。好，往下可以吗？好，哎，哎，可以耶，可以啊，哎，可以耶，哦，耶，成功，好，有点厉害。可是我刚刚我都没有跟你对抗。哦，所以你要对。所以如果你动，我也跟着要把你移动。你看看这种激烈的状况，那你头要小心哎，还是担心歹徒。然后你要进入状况，不能那么开心的感觉。来，救命！来，救命！好，你现在被我锁住了。你看，我现在在跟你对抗，还可以耶。是因为我觉得我也够高。哎，很可以耶。会不会很痛？不会很痛，可是会没有重击。哎，真的很强哎，可以耶。可以，对，你学会了，对不对？学会了。啊，好，分解动作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。你刚好听下去，我都学了。结果这个男的老师才给我学这么多。一踩就超痛。好，来。有了，有效了。谢谢，谢谢 Kiki， 来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是什么状况？不是，我会跟你去打，会打吗？你要不要用两发啊？对对，这很浪漫。怎么敢？再次再次，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的左脚推这边，哎，哦，有有有有有有有，可以了，男女都有。